小姐，金字塔演讲及读书共读国的两位编辑。评审的评语是这本书的节奏很慢，人物个性很鲜活，每个人的表情都很灵活，页面的安排在趣味中处处见到作者的用心，是站在儿童的角度说故事的一本佳作。而且书名就说出我每个人的心声哈。好，我们来邀请施丽荣小姐发表得奖感言。谢谢，这是最棒的50岁生日礼物。哦，看不出来啊。谢谢。这本我不要打针呢，是我的第二本绘本，那也是第一本自己出版的绘本。那能够得到金鼎奖，肯定我觉得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开心。谢谢评审委员的给我的肯定，让我觉得对自己的创作潜力更有信心。那么我还要感谢我最亲爱的家人呢，给我的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跟爱的支持啊。那还要感谢小熊出版社总编辑郑淑瑶小姐，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呢，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让我尝试了6种不同的画法，最后才找到了合适的表现方式。还谢谢我的父亲，在当时的60年代那样的环境，让我学钢琴啊，学舞蹈啊，学绘画这样子，全方位的学习教育哈。我觉得他给我很大的一个创意的一个潜能的培养，这样。还要谢谢我的先生，在我非常沮丧、挫折的时候，给我打气加油这样。那还要谢谢我那群非常古灵精怪的学生，他们的那种顽皮捣蛋呢，都会成为我创作的灵感。这本书呢，是我在新店的一所非常美丽的山区小学，叫双峰国小。教一年级的时候，班上发生的真实事情所改编成的。那我们后面的这一位文昭就是小学出版社的编辑，就是双峰国小毕业的高材生，是我的学生。那他现在呢，在编辑在小熊帮忙出书，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因缘，这样子。那这本书我觉得我还要特别用它来向现在正在第一线上用心用力奋战不已的中小学老师们致敬。你们的工作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现在呢，我想容我能够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哦，就是我的下一本书呢，就是这一本。哇，你连道具都带来，你真是有备而来。是下个月初就要出版面试了，他的书名叫《穿越时空的美术课》，是我跟我先生黄志明的共同合作的作品。那么他呢，是以采用了中国呢美术工艺上面最精华的部分，把它发展成儿童美术课程，并且我们经过实际教学之后，把整个过程汇集成书，里面还有非常精彩有趣的漫画哟。非常适合国中小学生、老师、父母亲、送礼自用两相宜，欢迎大家多多捧场，谢谢。哇，你乱适合上电视购物频道。那我们为我们台湾的艺术与人文教育尽一份心力，谢谢。好，恭喜施丽荣小姐得到今年童书类的金鼎奖。好，我们来接下来看看下一位得奖的作品是。